啊，那 AI 这个人工语言模型啊，在电视人工语言的话，它的标签是不是你想象它是三个字一样，跟你聊天，你就对不对？理论是这样的。那你现在如果你去跟 AI 对话，你还需要一些助理，他来听得懂，就是很基层，他能听得懂。那这个 AI 对你是很高度的 AI，啊，所以通常看到人有的要用 AI 去标签识别，对不对？啊，标签识别，那就意味着你的 AI 还没有发展到。好，所以在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两项目的3.0版跟4.0版。那就现在如果去用这个 Chat ChatGPT 的话，免费给你们用的是4.0版标准。那必须根据你们自己的保护的国家保持，就是不可能支持。那如果你去用的是4.0版也行，那就比较包容，比较那个什么。啊，那也是大部分是在前40%。那这个如果免费使用到最简单的方式，怎样就行啊？你的手机其实那你该啊，你是一个那个去的去接的，那你应该怎么接？这就是最简单的使用方法，不用去测。啊，但是你了解的话，就是因为用词对啊，每个协议啊，那所以话题是慢慢的出了 GPT，但是如果你提起标准啊，因为很多都是假的，是他会给你很高的月租费啊，还有半个木板不是啊，那这个 GPT 原始。OpenAI 是确实啊，是新的一个也有的目前是要很多的，啊，还有确实也可以啊，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准备或者下线啊，然后再进行了。这一是个没有啊，我开始有后来，但是他做给他就是也是就是来说比较聪明的那一个啊，这是你的那个 AI 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免费用的话，现在比较简单就是直接用 B，但是怎么用的话，手机的话呢，手机里面直接下载 B 的 APP 就是 B，那如果是电脑呢？啊，就是那个 Edge 浏览器，啊，请各位现在操作一下，把你的 Edge 浏览器打开，就是以前我们说不要用的那个微软的浏览器，现在要变厉害，以前你都想用 Google，现在要用 Bing 吧，啊，请你直接打个 New Bing，打个 New Bing 就是新的。电浏览器，你就要进到它的首页啊，找到你，那个如果我们的电脑还没有升级的话，啊，背景它是就要补上一下啊，那你用新的。那个 new page，你用那个新的进到这个 new page 网站，就可以以前啊，差不多半个月以前，他这样来的，他那些网站就编程啊，不需要数据，那后来四年之前啊，就不用来的，就用的企业啊，现在要更很简单。啊，你只要全以前还要登录系统，就是你要有微软的系统。现在我们是电脑，对那个微信现在开始说要登录，所以就会有一个系统。
那这一块就是左右持平就可以改变啊，而且在那个电池调节的时候可以很简单使用。当然用的是新品的油漆啊。好，那各位进来之后，请你就他这里有一个直接聊天，好，你就直接聊天，或者这是第一种方法啊，或者你在开那个 Edge 浏览器的时候，开另外一页。好，或者你在开 Edge 浏览器的时候，它本来会进到那个 Bing 啊，那它的那个搜寻页啊，你随便搜寻个什么，你看它下面就会导出来 Bing 在这里，或者是在右上角，它的 New Edge 的浏览器的右上角这边会多一个 Bing 啊，这个都可以啊，都可以。那如果你点这个Bing，它会另外开一个聊天视窗在右边，啊，所以这个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啊，那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啊，那使用到这一个时代就是聊天，学伴自己啊聊天，啊，左边要做有创意，就问是哪个问题。然后是想法当你设置什么那个问题。然后就是以后那个比较出现这个 AI 的这个设计呢是它比较把这个用处比你一些我们公司做会问现有的高级现有的知识对吧，那些可能就是AI 的话确实是很奇怪很多东西拿来去分析整理然后弄出你要的那个主题来整合，你随性的这样告诉你，甚至帮你做一些创作、新的问题，啊，帮你设定一些新的东西。那所以如果你把它当做你行动的时候，如果你用到那个相对的一个流程，因为它的需要是跟你的产业，所以新的东西都没有，但是第一张是联网。啊，你这边是做他的上天的下单，所以你要聊天也聊到关键功能，下单那主动他都可以。所以很简单的，我们就选一个。如果你要叫他做那个设置的部分，我通常习惯会选择创意。好，所以先解他这个题啊。然后接下来就随便跟他聊天，举例啊，举例，比如说。帮我设计一个低年级的圆游会游戏，游戏要可以学到家庭存储，还能够运动到，还能够促进运动，身体健康。好，就把你的需求告诉他。啊，他就会去设，然后先去搞一些相关的资料，比如说这个游戏啊，然后整个你要什么东西啊，然后第一年又是可能哪些啊，然后先搞出来，然后第二周就设计一个你要的东西，啊，我可以用你设计一个去年级的人会游戏，可以学习家里的程序，还有老师，然后今天会说他的代理游戏。那就是大家也经过一些分析的处理啊，好，也是这些每个人的文章，然后说出下一个事情，然后就可以知道，他们就列出这些点。好，如果你觉得没人想要这个游戏，但是你还要出些在地区第二阶段。需要的，那里面有些东西，现在是第一个问啊。啊，今天就看这样子吧。好，因为他要出去。啊，我就觉得不够，你可以让他出去再有五个这样子。啊，可以，很简单，聊天就。那、啊、如果你没有办法，是刚刚你第一次没有办法一下子知道需求，没有关系，就慢慢举例，就是说你会提出
别人会有喜，然后他会说吃了你可以生气，然后那你以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他如果很缺条件他会问你，那你不要失去给多少人的或者是要补充一次，所以他如果有基础的条件他会问你，那你去跟他怎么接触，那你又失去那边之后你就是一件事吧。如果你要比较快的得到答案，那你就要给他一些固定的东西。好，待会儿说，现在比较有好，所以一开始呢，我们会先选他的个性，然后再来，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书，连的应该是比两千，对，一开始应该是比两千吧。那个两千公司的说，你是不是里面可以去做的问题是千公司？啊，什么问题又问到只有一千公司？很难的，包括这个六零三，这是六零七，两千的基本概率就是一千零三，所以这个零三就是可以，啊，零三就是一直可以，所以就没办法改做，那个钱又是去，是没办法修改，是不错的，啊，要求是什么？比如说，你可以根据它的这个。我是个经理，确实的，等等等，然后也是哪个词的，他啊，所以可以让我去的时候一开始，然后这个地方啊，这里他每一次回完之后，这里你会有一个数值，你的应该是二十分之一，第一次，这什么意思呢？你换了这个主题。这个主题你是最多的二十次，在这个主题之际，你可以连续增进最多二十次。如果不是连续的人，你就要另外加一个十次。嗯，好，所以慢慢聊是可以，但是最多二十次，但是最后它就不会让你学的这个事情，你就要另外加一个十次的结果。好。那那如果你要理解那个主题，你要在二十四天过关，好，所以这是你的二十分钟，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事情要很快，我们就会做那个事情，我们会去解开，啊，当然做学术的专业的一定有一个方式叫解开，这个更让我知道，我要用师傅的心到解开很多地方的。然后你就先来这边 A 一个，啊 A 就可以出去，啊，啊你看他就找了好几个游戏对不对？啊，那你是你这边第一个球第二个球出去，啊，那你就可以请他帮你弄详细一点。你也不要我认识第二个游戏球叫什么设备，还有过关的游戏。第一个也是第二个游戏所需要的设备。语音输入少不理我。帮我列出第二个关卡游戏所需要的设备。还有你需要步骤，还有你需要的步骤，好啊，我给说这边关系那个，好，那你用 PPT 作为我的，它是把那个面的部分让我背熟悉。好，现在的游戏是快速接。好，今天加几个成熟的方便不错啊，不要来打，跟大家问题啊。
然后简单的算出题目，然后跟杨督导面前的人上，你就直接按这个送的这边新主题，它就会加一个新的。啊，比如说你刚刚按这个，啊，你就回去，啊，那也不进去，都可以，然后再写起来，啊，试一下。免费群众啊，所以以后学校要交什么作业都不用怕，都有人帮你写。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抄文修改。好，可以看。然后还是要加入什么情节啊？比如说我们那个电脑的在教会的动画，那我也可以请他帮我推剧情啊。比如说，假设我有在喝咖啡，我想要推广冰品咖啡，好、啊。帮我设计一个30秒的动画脚本，动画脚本要推广精品咖啡，剧情要有穿越跟爱情，然后鼓励大家喝咖啡。好，他就会用丰富的时间帮你创造一个剧本。好，这里的并他用的是 PDC 的啊，要并入，这样要重。那如果你去用那个现在出的 PPT 不用写，它是在文档，它会记录你整本的。好，那个这个，它这个内容里面哈、哦，会有那个一啊、二、三，那个就是它有参考的资料。啊，就像写论文一样，它会有一些参考，它会在写。啊，所以如果你想去深入那个里面的内容，就可以在里面啊，就是它的依据里面，虽然算不上一个特别盛名，但是刚刚也说，对它是有依据的，因为它里面的实力，它上面写的后面，它是什么啊？也可以看出来。
越让你的难过的那个心情，所以他的心情你这个要去真的他就是什么人物啊，那你把这个放到你的心里你会给他去啊，不能就是说你还要直接有人物啊，对啊。再帮我加入吸血鬼跟狼人的部分啊，随便你加，他都会吃，他都会放水果啊，这个也是抓的，但也需要部分。啊，所以他在创作部分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啊。那个歌词他也会啊，传统是他也好，啊，所以他会稍微比较慢一点，但是还是都可以做得出来，也是几分钟我们也可以自己思考。啊，所以说像我们在教学生写作的时候啊，他完全没有问题，对不对？你可以让他学的怎么跟聊天来对话，就可以给他很多的技巧。好，前面的话是跟前面一样嘛。好，开始，麻烦出现。好，我们具体吸血鬼具体带进来啊。好，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一个聊天是可以产生结果。的一个专业的术语啊，所以你只要把要求告诉他啊，就可以得到你获得你想要的结果。好，那这是最简单的开始。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哈，李老师的目前用一般的工具啊，先学习的啊，还是自己的学习啊，你也可以要求在什么在上面做学习的。教你英语，教你词啊，或者教你写，教你学语言啊，都可以。但是这是最简单的心理开始。好，那这样如果你觉得你用你个人习惯一个人的券子面积，你要去买它付费的，那也可以。对。刚刚讲这边其实操作上面是非常简单。那你会发现呢，会员是什么？很多会员的系统会是一切，就是比如说他会说，有十万，有谁开始说怎样能够当这个会员？那像我之前第一次问他说，请你认识邱老师吗？他说，是邱老师，我在公司。在八楼七四，然后有什么公共卫生？那个什么，然后有什么？对，你要选收这个就是还是自办自主的，要这个东西，它是一面式的，那是一个问题嘛？但是他那个，他自己老是非常想听你的，不是我不想听你的，他。只丢给他。我这个只丢给他，然后就其他。
现在我在问他的时候，他就会记得这个事情啊，他再去讲错的。请用一百个字。用一百个字帮我介绍邱文胜老师。这时候的数量就会出来，所以邱敏会超级成功。好，这里有些的问题哦，你跟他聊过的东西他会去，所以之前上个月那个三期还有个三期都是写十二 AI 系统，这个是我来的，为什么？因为他忘记 AI 的学，这个公司的一些技术资料丢进去 AI 让他分析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结果那个资料是不是去的。好，这一案算是推动这个出客的这个内容是都是错的。好，对吧？他学习的功夫啊，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要讲的东西，你要问他这个资料都是太多，或是太私密，在网络上的东西，那这样你要请相关的相关资料，他都做得起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 AI 是可以再训练。那通常如果我们去申请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会提供我们的创业例子。啊，你想好你那个创业例子放进你自己的所有东西里面，它就可以让我拥有这个 AI 的功能。好，所以各位可以试试看啊。然后它有个画图，它有个画图啊。请你帮我画一张戴着皇冠、骑着摩托车的狗，随便你选。他会生成的图案，他用的那个图案的打印机，所以不像那个外面你看到什么 Midjourney 那个那么细致的东西啊，它不是那一种。好，所以说一下那个赖，虽然那个赖的那个图案不是可以跟下面一起，那你只要加上一些，我等他一下。好，你就可以不许接。啊，这是他做出来的，戴着皇冠的狗在骑车。啊，如果你还要再改，就再跟他讲，帮我改成贴纸插画风格。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免费的这个币嘛，一般的应用就够了。啊，我们目前法币上哈、AI 的图是没有版权。目前吧，你上 AI 的图是用，所以你都可以直接拿用，啊，或者就可以拿用。啊，那插画的功能就出来了。啊，有时候他接收到的那个指令可能会不当，当然不一样，但有时候就还要选择，反正就会慢慢的出来。改成卡通风格，所以你可以指定你要的风格格式，或者不要的可以选，你也可以不要的简介。好，它还在产生，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好，可以放歌。所以你可以回去跟他聊，试试看各种不同的问题。好，跟他做的那个那个那个实验。
我将产生十种可爱的食品，然后大部分在梦里上架，他可能就是会教你怎么上架。啊，这个也是哈，都是从，然后这个是融合不同的东西，它会有它的光啊弄在一起，啊，包括你刚刚讲的，比如说你要跟人家，但是你又很想把什么理论融进去，它可以做得到，啊，就融进去，然后像这个是冰理论，把它改成各种日常生活的那种动作，啊，甚至融入具体啊。就是网络上的朋友接的嘛，啊，所以随便你问啊。那为什么你会你觉得在聊天之外，你希望他能得到答案的话，啊，更准备会什么模式？比如说啊，就是心理啊，第一个就是有问题，我要去做什么？啊，我要去写，我要写啊，写。每周去，我都是这样，把这个包拿着拿着，拿着去哪些说不定，那体验的职业，啊，我可能要，到学生听的很的分析，啊，看这个怎么样的东西，那个点格式，面试。好，一分，你们十分，你们啊，所以三个条件：目的、输入跟输出的要求啊。然后第二种呢，可以指定假设啊，你可以跟他说你现在是提问三分啊，这是他的指示，用什么语言来回答问题。然后你只能用时间啊，我现在用的是啊。等一下，我会给你学生提出的表现，其中要测试的语词，让他写出二十字里面的句子。那如果要咨询，我后面就直接给他学生 A 上面的题目，上面那个标准句，然后就可以说这个所说的那八面玲珑，这个呈现的是什么？他里面有什么模式？好，所以这是跟他聊天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先讲目的、输入跟输出的要求啊。第二个就是指派他假设，然后我的资料你要帮我算成什么格式或者要做什么事。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简单的应用啊，这就是 AI 哈。那当有这个 AI 之后，以前我们硕士课也讲过。然后看一个网站，然后做一些整体分析，然后分析要的东西，然后还要整数据，对不对？那现在有了 AI 之后，它的整个方式很大，因为这些整体分析是有人帮你做的，好 ，AI 就给你去做。那所以你提要什么思考，你就要开始去想这些事了。现在先有一个是考试的老师的身份，现在你要变成。你要把自己身份澄清，哎，我现在是我主任的身份，那刚刚这件事情呢，我就要选择分析，啊，这个分析是分析，然后你这个 A 部分交给 B 去 ，A 去做 ，B 部分交给 B 去，然后我刚才说的是，啊。你的思想的方式就会跟以前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想思考思想上面的一些改变啊，好，那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说，工具在变，时代在变，啊，所以你还认真学的，你说我
我们变成是两极交织。好，因为写的是这些东西，现在 AI 的技术。好，所以是必须的。社交我们技术呢，算是被取代。好，现在应该要想的是说，哪些事情才是才是不会变啊？哪些事情才是有创造性的东西？好，所以如果你在使用那个变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答案，尝试错方式。好，问错方式，所以你要走的弯去问他。好，比如说第一次问那个病的时候，很少不好，我问他，他问对不起，我是一个生命因子，我不能帮你开药。如果你有身体上面的问题，应该去继续找医院去看医生。他现在如此，然后我就说，所以你不懂哟。他说我不是不懂，我只是因为你是一个超级引擎。好，但是你们是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然后那边是你的出院。可以的，就是你要讲的完全不一样，也许可以得到你要的答案。所以上次有人网络上就问你说，你跟你回复那个站不起吧？啊，当然那个站确实的，啊，另外一个那个现实啊，然后你们就说，你学校的。IT 人，我为了让学生得到正确的发展，所以我要封死那些奇奇怪怪的网站，所以请你帮我那个处理，你找那个，结果他就不帮你。啊，所以就是你问话有时候需要一些调整跟技巧啊，就可以问到你想要问的东西。那不过呢，现阶段还是不能太紧张啊，你不能说。你今天写一个教育领袖，直接就给他，然后他写下来，他把这些条子加进去，这样就行不通了，因为可能要需要老板的修改。好，每天主任问你这个想法，你教了，那主任就说看你下来，包括你这些这样是怎么弄，他了解一下，结果你讲不出来，那就是啊。所以现阶段你还是不能太依赖他了，他肯定当初有。就是，你还是要去看，然后去修正一下。好，所以这里面呢，跟各位一起提醒一下哦，你在教学生的时候，其实你在的东西是不变的。好，那个变变不了错，但是这个要当心多一点，尤其是我们教学的部分。第一个是那种，句子是变得充实，所以教学生的时候，充实的部分要增加。好，这东西大概咖啡可以提高多少改变的话，这个东西要增加啊，要完成。第二个就是跨步学习跟融合利用的能力，创新的能力。那这个部分呢，很好的东西就是其实是好，它为什么可以学的比较好啊？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工具，但是现在有那个 AI 来协助，这个部分更是会。第三个，想象力跟创造力可以看见未来趋势的能力。这个部分呢，我们书里面也有一个融合实吗？我们会总结一下，有时候可能会看到未来的趋势啊。好，那所以你在有时候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啊，我会比较不喜欢，就是只有穿正的那些知识。好，那些其实都是其次。那因为在台湾，事情的社会就也不能教一些那样的东西。那些东西我就会把它简单化处理。好，所以，这个就各位看一下，就是如果你想知道未来怎么样的话，是有时候是可以预测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边。那刚刚是有关 AI 的。那你们要去实现多少钱大力的东西多少钱化这个现实对不对那你们可以给你们万有兴趣的要向你们一个问题好这个
新的技术价值啊，如果你觉得你取好像这里是做好艺术创新的是不可以，那你肯定要去取一下，因为那个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啊。但是如果你今天都可以放弃的话，你其他顶多就是做不好，那你觉得你可能没有需要去取那些啊那些那些资历啊，或者是背景的 AI， 你觉得还没有这个需求啊？啊，因为人生命有限，时间要花在美好的事物啊。所以如果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大的需求，我觉得其实就不用那么的在意。好，所以各位试试看那个病啊，看有什么问题，那个是最简单的方式。那如果你去用那个 ChatGPT 哈、啊。你因为那个每天有错的问题，还有不能在上线用它，所以如果你用到一个助理，他不理你了，那就是你错了用了。啊，所以如果你觉得他可用，你就去用，那就要去加钱。啊，就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部分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进到心智图。它会有每天的使用上限。目前并我还没有用到过它的使用上限，所以我没有查它的使用上限，但是就以目前是可能未来我们发现它的世界就是并它如果没登录也可以用，但是它的那个它就不会帮你提你曾经做过的事。那如果你有登录，它就会帮你把工作问题在这边。那所以如果你要去回复之前的问题，你就直接点过，它就会有你之前问题的记录啊，所以可以帮你做个记录，方便你之后做一些教学或者这样。啊，所以有登录跟没登录还是有差。然后它的那个上面哈、我刚刚说你们是处理有限，我是零数值，就是你用了一阵子之后发现它会帮你加啊，你不用特殊做什么事情，它会帮你加那个扣打啊，但是我也没有用过它的扣打的上限，所以应该还好。然后另外它的右上角有一个这个徽章啊，这个徽章呢你去点它哈，它其实就是那个图像，就不是你去用别的其他的，它就是连上你的插图就行了。它一开始有使用的，好像没什么用，但是如果你去它点数是可以换它的原有的，但是你要知道点数也不简单。哦，但是反正你就这样子用一用，它就帮我加。我现在就可以四千，然后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可以问到三十次，啊，然后你想放问题就放问题，然后没什么上限，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够了，啊，除非你有些特殊的问题，你觉得不够，再问。好，这是第一部分，那。那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呢，跟各位刚刚有找到我的网站，我的网站的右手边哈，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这里有一个吕冲贤，在这边有高级到这个地方，所以有稍微很难去北部旅游。那这个吕冲贤呢，他这个他的 IT 平台。里面有大部分的资讯科程融入教学的那些软体 ，AET 啊，我们查的使用的操作几乎都有，啊，教育界要用的几乎都有，所以如果你要看一些工具的课程，啊，什么怎么用 ChatGPT 怎么用，那边其实都有一些教。所以你就不用另外要去找
上层的客户，我们这边就有。好，所以这个是跟各位介绍的。好，那么现在如果有没有需要心智图？好，那进到心智图呢，请各位先到那个刚我的网页的第二个连结哈，这里点进来，这里请各位先下载。这是我们下载完之后请你把它装起来。哦，我习惯用 XMAT。那心智图软体跟 APP 有很多，从虚拟都有。然后最近比较流行的就是 XMAT 跟那个GIF 运程慢，这两个是比较流行，比较多时代用。那这都是免费的。XMAT 它有我们官方网站的一个最新版本，不是免费，就不要去下载最新的版本。你下载这个第八版，它就是免费的。那它也有只有两个付费的，但是你用了十年啊，我觉得免费的是够用，非常的够用。好，所以你这边免费版可以。好，那下载回来之后呢，各位就桌面上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案哈，就直接把它装好之后会出现这个图案，直接把它打开。然后我给各位的刚刚那个资料夹里面呢，这边有一个家属的资料夹哈，里面是我的一些心智图的范例。这边各位可以全部下载，那这些档案全部都要用才能打开哈。所以各位先把东西下载一下。下载回来之后，请你把它解压缩，然后这个 XMAT 先装回来，然后装好之后呢，这个心智图教学里面的东西就全部都可以开了。这个是只有领导使用的，那个也有，但你要是官方网站就用这边放的是那个本本 Windows， 官方网站，不要抓最新版，最新版那个是登录三十天就要再付钱，你装那个第八版去，因为我是用习惯这个 XMAT。那早期我们用这个 XMAT 软体的时候，怎么就以前有一个叫格里玛，然后还有很多个其他的软体。那为什么用 XMAT？ 因为你在想事情的时候，那个思绪跑得很快。不是这个软体啊，你要先去想说你要连哪一个按钮，里面按钮你要先那个指令安全才出来，你就会觉得你的。当时用的是虚卡，就是刚开始嘛，用的非常虚卡。然后直到现在，现在讲一个例子啊。我讲心智图的部分通常会分几个阶段，那个初阶班我会用在学生的学习跟心理理解的部分，然后中间班就会讲一些怎么企业的怎么去用，到最后就是个方法，学生性的方法，让你可以让你的做学习或者是让你可以想任何事情都很成功啊。那我们先讲的那个初阶的部分，这是一个这个台湾因为台湾是考师制度，所以每年有很多人都会要学习自己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呢，其实长大了发现没什么用啊，就是考不及格就换就没用。谁还会记得三角函数？谁还会记得那些
那个奇奇怪怪的东西，背了一堆那么多历史，到现在没处理完。好，那我们要帮学生解禁，学习的负担。好，那就要说，哎，为什么？那个来源就是范老师，啊，他学生都大部分都是，为什么我就教你这样的学生？那就是你的教学方法有问题。好，啊，我明白。啊，各位这个以前学习好，那个以前读书毕业就五十毫米，每年那时候社会课才四十分满分，我只有五分左右而已。啊，这是我们就是满分低，不喜欢背东西，那背东西好多是对你来讲是不好。啊，所以那社会课我就很难，书都没有在背。啊。你看，今年我现在五十多岁，我现在唯一记得今年一年级就是八百零七，其他我都忘了。啊，其实是我最记得是八百零七。各位，你知道八百零七是哪？你们知道？你有在听？对，数学，其他东西，那就靠你了。啊，现在面试的很缺失，就是缺乏东西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其实大学确实有很大小便也协助学习啊。啊，或者这个例子是我的女儿国中的时候去读书，然后他们同班会有一些就是特有歧视，但这个是大学有一个男生的妈妈在给他读书，然后是那个男生的生物科考的地方啊，每次都考32分34。有一天呢，用这个私交这样的地方，那这个就到里面去学，就把一个学习理论开始学习，开始把学习开始开始学习，然后每次跑步都一个人背完一个人，那个人都是非常困难。我在那边是来做学习啊，所以那个是老大的时候，主任抱在一起，然后也是就教了这些事。那那是那七个位上的学一学这边，那他也就把那个修理啊，修理这个衣服啊，人生其实不长远啊。那咱们这个很多人都为了吃，来调整一下心脏的结构。黄叶整节都是在讲那个血液循环，但是血液循环它是按照心脏结构啊，所以这个心脏先是四大通道，上面是上面是心房，左边是左心房，其实右边是都是右心室，对，其实很好。啊，训练心理下的心情，这是为什么会是？我们在南征的当兵，当兵的时候，我那个部队180人在大堂，只有四边的小房间是班长啊，那个连长、学长到住的房间啊，但那个班长都是下级啊，那个军阶是下级，那我们都是兵哥的嘛，那所以呢？县市副市长的房间，好房间叫做什么呢？啊，所以就想了一个词叫做下士住上房。下士，它不分有二士，下士住上房。啊，所以下面是亲自，上面是士，对不对？好，学生没有当过兵的，这都是他的背景资料。那怎么办？学生没有经验，老师可以怎么样处理他？就是给他
所以你必须要请教你大量的物质把这些东西放进去把那些新不同的单子全部是详细然后就在那里我们都是要做到一个所以相机都在里面下一页是新字也是新加一页是清楚啊，下一页上去就很清楚对吧好这个你要去延续那个均量内容场景切换到这个部队资料的时候他不会为了让你这个团队训练就是说这个部队身上然后如果大家想看就是这样子全部抓看到他在动区里面左去右回单圈然后应该就全部抓就好了去那个单圈的那个圈就可以啊所以班全体把那个单兵都叫他出去运动对所以你就你看阿兵哥被班长把到了办事去幼儿园把他我去幼儿园左边的新制度去右边的新法的人所去幼儿园现在去也行你这样子的话就是好以及你比较喜欢的那个警察要那个书的去幼儿园去幼儿园去幼儿园兴趣是去运动，所以这些东西就会变得很容易记。好，那肺循环跟体循环是相反啊，所以呢，那个阿兵哥天梯哈，就是然后说是那个叫天梯吧，然后是被这个现在到底怎么去？好，那个肺运天梯呢？因为肠胃系统大脑去功能的那跟我们需要一些就是被啊被力量不缺的啊所以就会被不去所以肺循环是用去做啊所以用气是出去做出马来的这个是肺循环在上面啊所以这样起来呢哎你只要把那个当兵的故事讲把那个故事连接到这个要背的东西反应中心的好所以这个讲完之后学生之后呢后来那个音乐团那个妈妈还有当年妈妈就我跳死我不飞我拉起去了我才敢起去有起去了拉起了另外一起去了那个起司拉的那个音乐那很高兴好所以你看哦当我们在给学生学习的时候，那个为什么？因为补习班老师不一样，因为是学生啊，你非必要背的东西。那每个玩具我们要想办法，他们都能够记起来啊，一个啊，只要碰到一个别的玩具，然后一些故事写进去。啊，因为这些啊，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用另外一个例子让各位做练习。好，请各位在那个各位装好之后，请你在那个心智图的基础班资料表里面有一个社会常见十种理论未分类，请你把这个答案打开。好，十种社会常见理论未分类。好，那请看段阅读需要部分出，很快的程度吧。就是大学会大学生啊。在使用心智图的时候，好，就是他在一边阅读，他会画重点。啊，你觉得在阅读哪些区域呢？要先画线，
画完线以后呢，其实这个词跟你的先有的诊断是取的，那这个词应该是解释。你说这个东西是吃上去，啊，就电池就吃上去，然后后面就是这个关键是那个保健品的东西都拿起来吃，然后其实一边阅读一边在发现这个需要的内容，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架构。这是前面一直读的一个部分。好，那内容呢？如果让你学先吃上那个吃，它是一种先吃的吃，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上吃的话，这个关系啊，就是你的事情跟它去生成啊，所以一般都是好处，但是谁也不是呢？啊，所以你是一定要去解决什么是啊，因为那个东西是我的思维是在变，那个是确实。好，现在假设各位是明天明天下个月要去临时降临时，然后要考试一下，然后我们的试用题我们设备十个人的毕业去再问一下好专业对。好，各位看一下，可以吗？我知道你，我有钱。接下来就是出发了，有人找到了，在七七五八两面六十，啊，就是那边是三分。好，那讲一下那个程序的操作哈，因为今天可能时间不太够，所以我会跳过那个一般操作了。一般性的操作哈，你在带学生在写摘要的时候，通常主题就快点两下，直接把题目定上去。定好之后呢，如果你找到什么重点，你要在后面升一个节点。请你按 TAB 那个按键，给你后升一个节点 TAB 哈，往后升，然后往后升节点。那同一层的节点呢？同一层的节点按 Enter 就可以升同一层，同一层的节点啊。那如果你要比，比如说这个是属于主题二的，你就把它拖移过来放在主题二。这样就可以。好，所以这个通常用在做分类的时候，会使用到多义重新分类、调整架构的时候。好，这个都是很基础的用法。那其实这三个就够用。好，好，那我们回来这边喽。好，这边我已经预言了，这是一个预言呢，我也是用到图像这里面内容。好。那我们在单位比较谨慎吧。我们阅读的时候呢，是把时啊，如果我们不能只学那个，比如说羊群效应，就是我偶尔羊群走，那个羊群就会整个跟着我们跟。你不能吃到那个现象，因为你不吃啊，要透过转化代表学生啊，当年去。现实，好，那他们全部都，他们有给收入，你再给他们支付下来，这只是表面，社会用到的面子，因为他们很主动求你，就是你有时候啊，跟别人不同，这是我们考虑的。人到陷阱里，那个是他非常积极的在事情上，然后给他解决陷阱的事情。但是人还是相当的务实啊，只是他本身就要改变的，就是自己的目标，想怎么做到。
在未来学习的接下来他有那么多的意思你要让你们的啊这是还是这一方的事业有不要理性的认识要不要让他们的意思要不要你所面向的这种实验上那些情况的这个情况接受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你都学到这个所以这些就一直被吸引所以你那边去也是接受实验中的人的孩子下一个大好事对不对所以啊所以啊今天你看见你要不要进行这样的操作那很简单啊公共事业包括他们都能知道你很需要他会今天来一个人这样子一个人那他们能进行什么对的人比较好啊所以这个还有没有理由带进去所以如果在家里我就会找很多不同的学生去写作这个东西好这都是用那个教育好所以你们老师在讲别人的时候不要很多现象大家去讲应该要做好这两个不相关好这里面看到这个原理的时候我们下一个是刚刚原来什么时候你会变成陨石的然后青蛙现象青蛙现象就是活出的青蛙啊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你的心的权利都不起来所以你要慢慢一下子下子都好的所以你看有一些你去到学校如果是慢慢改变的那个学校都是对，这个不得一定进来，一定在奖杯跟保护员报啊。那你怎么来？你是关于一个演出，你说怎样？就只能伸那一只脚，啊，一伸那一只脚，你整个都会被他吃掉，对，啊。然后头表定律，一个如果有吃头表，那他看的时间永远会是，如果在两次头表。哇那现在到底是一分零五秒一分零八秒他就会说的很清楚所以他可以用点好就是啊好这个有所标识啊啊性别两所以应该还得互相举报但是因为事都会都会稍微有差一点稍微有差距啊所以在这下里面有很多人都很厉害能够知道自己啊好有一个当然有一些都很容易的模拟的小孩都讲所以你都很厉害但是好像你的心但是里面是个东西就比如说你们是东西啊都在房间里面到的时候全东西都是东西学院取决于那款是非常短的那一种
是我们这边厂制造使用的一个化石品，这个应该是处于国家的就业，是吧？国民教育应该是要把最底下的那个拉，好，其实大家都有基础的这个水准，那高教育呢？高教育下应该是承担一个精英的，就是哎，你这个很好。我就把你培养到，啊，让你能够出去能够很棒这样，好，好，那其实我们都是越理解到你把变成这样，接下来就是，它这个心智图后面有一个小圆圈哈，它可以把它收起来，来各位把它收起来。收起来一个东西，做确认你刚刚的确认名词，对不对？好，这个东西怎么是来？我们要做个界定，还是一下。如果讲出来，我是你完全了解我的界定是什么？好，这个东西有两个词，两个词怎么称到的位置？啊？所以其实你做那个确认啊，后面啊，嗯，啊，谢谢。如果想不到，表示你没有理解，对不对？怎么办？再点一下那个圈圈，打开，看是通密一下。哦，通密一下，然后盖起来。再回想一下，各位，我们人在前面系统下面。这个简单，想一下，答案是这样。打开，那我们这里告诉你，怎么样？啊，这个就是协助记忆的动作哈。好，那如果你先全部都记起来了，表示你全部都理解了。好，那讲的是两个词，因为也是要这个能力。如果先准备提升了，请你马上释放词。对，要注意一下，大家理解就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要记得啊，这个的话呢，那些得到好的记忆的人都是看上去的比例昂贵，跟上我们人的平均的工作上层区的基本面是七左右。那是超人，那个人的平均的容量七加减二，啊，所以大概就是所谓比较好九件事情，基比较高的九件事情，啊，七加减二，那不过这个是1980的研究，最近有减少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的问题，现在的面子都不太差。4+1，2005年吧，最新的研究是4+1，啊，也就是说，你如果一次要做10个，啊，现在是这个我们就了不起，啊，但是我你还是要做明白，这个考试也是要考啊，不能因为你说不好记就不考，你在记忆变化好的时候。我是李雪龙，51933，啊，分针对呢？那分针就是一个策略，啊，分针就是一个策略，所以你只要分堆，把那一堆一堆每一个都放分成几堆，就是5个等下，啊，超过5个等下，你就会变得很好记。好，来各位看一下这四个。你要怎么分堆？这每个人不一定会一样哦，啊，但是以你自己的为主，啊，因为记忆是你自己要做的，所以你要去你的脉络是你自己的，啊，但是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取一种文讲法就好，啊，你会怎么分类？把它分成两类以上。
这样一个就会在六个人之内。这蛮明显的哈，动物跟非动物，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新增一个分类名称。啊，动物，然后一个叫非动物。好，那你多了这两个分类之后呢，你就把属于动物的就拉过去动物的后面。这个鲶鱼也是动物，刺猬也是动物，拉过去。那另外四个是非动物的，过来。好，稍微分一下。哎，各位，这个动作就是分类哈，哎，请各位啊，写作文也是用这个，那你们课中在设计课程时也是用到这个，这些动作都是相关的，都很容易被用到。好，稍微分类一下。好，你知道你发现那个动物哈，六个以下是有点多，对不对？你是要是这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不可以加分？动物这边可不可以加分？好，如果再分一次，应该要比较刚，对不对？好，那怎么分？动物这边你们那啊，陆地非陆地，你就再新增两个分类哈。好，那我就把它拉一下。好，不用太，不要一定要那么的学术化。哎，那个这个两次，那怎么？啊，没有，随意吧，随意分，你自己做好事吧。好，那这样子呢，就每一组都在三组的里面，应该就是比较好事。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吧。好，那陆地这边会有蝴蝶、有刺猬、有鸟，对不对？三个就很老气，对不对？啊、哦，三个就很老气，所以我把陆地收起来。蝴蝶、鸟，很老气，对。好，那陆非陆地呢？有鲶鱼、鳄鱼跟。在三个人体里面有其他的三个事情，如果还是不好吃，或者你发现其他的关联，比如说这三个好像是负面的关系，对不对？那我可以顺序排一下。好，那个鲶鱼会吃青蛙，所以鲶鱼在后面，然后鳄鱼会吃鲶鱼，好，所以他们三个是食物链的关系，所以我把顺序也可以排一下，这样会更好记。好，鲶鱼吃青蛙，鳄鱼吃鲶鱼，好，这样会更好记，对不对？这上面，好，第二三，蝴蝶，刺猬，两个，那么非洲鲤呢？青蛙，然后青蛙的鲶鱼，吃鲤鱼的鳄鱼，六个，对不对？好，再来这边，这边是挑战。他又来到，这是，
你怎么把它收在一起？木桶要么是装水，要么是腌东西，装东西，对不对？啊，二班它是一个数字，是一个比例，或者是一个年纪，或者时间，啊，破窗窗破掉手表，啊。如果说你找不到什么规律，找不到脉络，这时候我就要用记忆法里面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你要想象一个画面，讲出一个故事，啊，想象一个故事，所以你会编出一个怎样的故事，把这四个放在里面。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有运动的肥肉，所以它的面是在那个有运动的肥肉，所以它的吸引力的吸引力啊，就是吸引力。所以肥肉是吧？也有这个特别啊，它的在哪里？
应该就是应该研究起来，不是很深的东西。把一张纸写，比如说这个说法是不对，就被历史不对。好，有一天有小的，有业余的事情，不是，然后有各家有不同，还有时间的啊。所以你看啊，前半段我们教材的阅读，然后把区别跟架构拿出来之后，到这个中央区说期的时候，他必须要用一些简单的词，先分类，举个例子。啊，就是你要记录是怎样一个题材，啊，它是一个主题，就是然后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就是你去做记忆跟背诵，啊，这个是学习跟这个特别有关系，这个是吧？那你先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什么意思？你有颜色，记忆的是什么？好，先说什么十分钟吧。那个，等一下3:15再出去报我的课。好，休息一下。给我零用钱，啊，他可能就很凶，啊，等等等，就讲了一堆，对吧？哎，你
你要跟他就是可以限制他的想象事情的发挥，所以同学要等到很多时候妈妈的或者是妈妈的时候，他比较少想出来。那我们还有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没有家庭朋友怎么安排？好，第一个点，你的二十五年，你觉得这是给这种天赋的？好，那这个东西。讲了之后呢，这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做这一件事。好，就安排四个段落，就跟刚刚做分类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就安排一个起，好，然后一个承，一个转，合。做出来之后，哦，现在就偷懒了。我们刚刚已经在下课的时候先想了十个，这本来要给各位练习的哈，我看各位应该蛮忙，我把这十个先丢在旁边。好，所以我接下来呢。第二个步骤，把他们的这些想法就丢进这四个分类，起承转合。好，比如说温暖的双手，那是形容妈妈的，所以可能是放在起，形容先形容她的外在，她工作很辛苦，就看你想要怎么分，看学生想要怎么分，他就自己分，他会常常掉看书。然后很爱跟老师聊天，这是描述他的外面，学历不高，主干好吃，希望他快乐，应该是期望，对不对？妈妈很漂亮，外观常常打我，是描述现象。很爱生气，很小气，小气是内在，好吃的留给我。会教我做功课等等。好，你就大概跟他分了一下。好，所以第二步做分类。那因为做制造嘛，不可能要有一些足够的材料，所以先看了一下下数。你分类第二个分类，就你自己发现，第一段、第二段的东西吧。比如说你对你的妈妈不是你妈不是你的部分这样子对妈妈的期望，那学生可能就会在讲其他的内容，所以你就补充一点进去，然后总的就是你觉得他对你很不好，可是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总的部分，所以你就可以再问他，然后他可能就又会讲几件事，所以他又会有些事情。所以大概这就是讲的讨论一下。那补完这个数，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做的产品是每一段该有的都有，销量也足够。
它跟我们的相关的形成。那你看到呢，接下来就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只要很好这些内容，它跟其他任何内容，它可以把它仔细的找出，然后它连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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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啊，所以想过一遍之后，做这个东西，速度应该都比较轻，对吧？啊，这一句话，他现在人错了，去年他讲，今年他没讲，其实这个东西都很考验。啊，所以说你带谁去那个山谷很精彩，很训练。你可以让他两分钟先在脑袋里面想这样做，一开始他会乱整一堆东西，然后在他简单的弄一个内一下，然后这样做出来，他就比较容易去把他的东西变出来。好，这个是用在写作的部分，这两个大概是我们平常在学术里面就常用的场景。好，其实这里面用到的招数都很简单，哦，也都是那个心智图的基础的操作。我们刚刚一开始第一件事，都是叫他想什么事情发病了。这个在基础里面叫做水平扩散式。好，那他的条件是不要带任何的批评，因为有批评。就会他就会制多他的思考，好，那你就先多贴，好，让他想法就可以有思考就贴，然后等于思考会有处于多元的过程，他的思考，啊，所以有时候你要需要用到一些创意的时候，比如说美术课，啊，你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处理思考，啊，那如果比较低年级或中年级，你可以用慢读。慢读多读德词，有德词也比较容易去接纳。好，这是大脑层次的关系啊。好，刚做多的这件事情做分类，对不对？啊，这也是里面常用的技巧。好，所以有时候在阅读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研究那个七这一件事，那我在这一篇文章读到相关的内容，把它排成一个心智图之后，我可能去看另外一本书。那这本书也会讲到跟记忆有关的内容，你就把它放在一起做整理、做分类，啊，做整理、做分类啊。所以，需要记忆的时候，你可以用分类来帮忙做记忆，那也可以帮你整理你的知识，啊，整理你的知识。好，所以它可以帮你想，脑袋的想法能够具象化呈现在那个心智图里面。啊，这样我们是有十个常用追那个源头，所以那个追源头叫做提问力，对不对？好，我们去看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选追源，结果很少。他说啊，因为我是打顺，那为什么打顺？啊，因为我是打电脑，你为什么打不到？因为这种很好啊。啊，那为什么大家都可以打我？就是说，啊，去那个我这边，这个心比较正常，啊，在一个起点，啊，所以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观察哦，啊，这个最低的是好，然后除此之外呢，你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就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有一个分区，有一个关联性的功能，这个可以帮助你做归纳。所以你们在上了解的时候，如此发展的里面是错的。好，来看一下操作这边哈。好，刚刚讲那个归纳很大，这上面有工具，各位看到吗？哈。有一个大括号，有一个分区跟一个关联线，好，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三样事情你要做一个总结，你就把三个圈起来，然后做一个括号，这里就可以把你要总结的事情打上去。好，所以它是可以做括号总结的。那如果你觉得很小气，
然后是因为他想把东西留给我吃，这两个东西有关联，那我就很小气，然后点一下关联线，再去点好吃的留给我。那这里会有两个黄色的这个点是可以弯曲的，啊，这个就是决定那个线要多怎么弯，啊，然后这个线上面呢也可以做说明，啊，也可以做说明在上面。所以这个叫做因果关联线，它是下一个是谁或者它的主是谁，啊，所以你可以做因果关联，这一步做完下一步是哪里，啊，然后还有呢可以做分区，啊，比如说好，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这个内容，可以画，把它画一个分区出来。那分区上面呢，一样可以快点两下，做一个说明。好，所以它是可以做这种收敛的动作、归纳的动作、总结的动作。然后再来呢，它的右手边这边有一只旗子啊，各位把那个旗子打开，这边有一些标号，有一些图标。那这图标做什么用呢？比如说假设你这个东西是有顺序的，好，你先比如说你先是个云游会的计划，那云游会的计划里面呢，这里是某件事情的流程，它是有顺序的，啊，那所以你可以在这上面呢标一二三四，好，一二三四，那这个在我们预设思维就是流畅的，就是解决多话题，因为有些固定的 SOP， 这个 SOP 排出来它是谁的？那有时候呢，你要检验，比如说这是你分了四个小组的工作，那你叫他们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进度，那学生就可以说啊，我现在这个进度到四分之一了，啊，这个呢，这个已经做快完了，这一点点。啊，这个呢，煮饭这个已经做完了，他就可以记下那个记录，这个就是管事记录。好，学生以后要变成一个终身总结者，那会影响其他节点的成绩。那怎么组呢？这个都叫做工作清单给他们打。所以以前我们班交作的时候，那个班就会丢给一张纸，上面一。你这些事情做你的，请你在前面沟通，然后把那些事情，就在那个工作出来，是吧？就是这个。所以那些是这样的图标啊，假设这个很重要，就请你加个星号等等，这个都可以做得到。然后每一个节点呢，每一个节点它也可以挂联。你可以发图片，可以发档案，甚至可以发下一层的新制度。好，这个都在节点上按右键，这里就会有插入，然后这边会有连接超连接。啊，你就可以欢迎大家在里面去做另外的说，好，像图案、图片都可以，或者直接打开那个，这个都可以做得到。好，你都蛮常用的哈。好，这个文体的我们比较前面的部分。那另外它的输出，它这边哦，存档是存在它自己本身。好，那它的汇出呢？好，我们看一下汇出。汇出最常用的是吧？最常用就是图片的。啊，就是你那个整个进程会变成一张图片，虽然它一般会产生给人家图片。啊。那可是图片有时候放大它变小，人面都是 JPG 的尺寸很大，所以如果你要给人家去做那个印刷，然后要放大很大的面，请你给 SVG 向量卡 ，SVG 是向量卡，有点视野可以开 SVG 的档，然后放大那个十的哈，然后那个一到十的意思啊，如果是这样子，把这个超这样子，但是咱们要。好，所以最常用大概就是图片跟向量图档啊，啊，所以其实这样就蛮足够用的。好，这是心智图工具的部分，那这里面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可以做
像 Word 一样编修哈，在这个笔刷这边，它可以改的大小啊，那个字型啊，甚至那个边线或者那个关键字的啊里面的笔啊，这个都可以改。啊，这个就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哈，这个也不用特别另外讲。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主题上面，在任何一个节点，你按右键，还有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可以让你做修正。啊，就是除了那种变发那个十字图的这个情况，也有不同的阶层，比如说图像的组织架构，降下来，降落，转入，然后转下来，组长，像组织图，也有鱼骨图。啊，鱼骨图就是。起点跟终点，然后中间你要经过的时间线，然后边做什么工作图，啊，像这一类的问题都可以让你去做调整哈。所以如果你这时候再去改，比如说现在把它改成组织图向下，它就变成这样，啊，变成向下的组织图。所以我给你的档案里面稍微看几个哈。啊，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我习惯的用法哈，我习惯的用法，我在上去演讲的时候，我会先把我想讲的材料先全部丢进去里面，然后做个简单的分析整理。那整理之后呢，我再转成我想要讲的那个，我再安排那个剧情的。再转成类似演讲的作文格式，哦，所以会有起承转合，然后先把你打入谷底，然后再给你希望，然后再给你解法，很简单，然后再给你吃，啊，然后最后去呼应和解决那个把你打入谷底的那个问题，啊，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处理。那比如说。我常常去网络上看那个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人会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对啊，所以有时候这边没有书评，所以有时候你也没时间看书，所以我就直接去看他们的那个 YouTube， 然后他一边讲就一边很快的把它记下来，记下来，所以你就会很快的获得他们的智慧，啊，所以这是学习记忆的部分。好，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带学生去想说，哎，他的未来想要做什么？因为人的一生很短，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想好你要做什么，这个事情越早决定，对你越帮助。为什么？因为你目标定了。定好之后呢，我们会按照运算思维的系统开始。我要达到 A 的目标，那我有几件事要做，就先把它自己参与出来。啊，比如说这个例子，如果你们当那个电源设计师，那他一定要 Google 搜寻一下，知道怎么控制这些东西，对不对？你把它帮你整理一下，知道要会这些东西之后，然后我就把它做一个安排。哦，把它稍微再重新的分类规划一下，要设计工具要会哪些，然后要会写脚本，要会写程式，要有自学的能力，要熟悉一些哪些心理学哈，然后接下来呢，我就会去做阶段的规划，我就会说，就把它再重新拉一次分类，我们才可以做。就是刚刚说的所有的体验，我如此可以做那些事情，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我可以做的事情，在工作上都可以做的事情，它可以按照你的时间阶段标进去。啊，那最后我就会对你的目标非常的了解，然后我就会把它看，再做一份比较简化的版本，但是我比较有趣，把它印出来一张。大家可以这样子，随便可以翻译。好，另外就是在中间的补充，我一起来呢，就可以看到我的目标。
然后就看看这些地点什么要注意的。好，这个图像里面稍微看一下，每一个可以看到，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场景，会告诉你说哪些事情你是要特别注意的。所以，你去不经意之间在这样的路的时候，甚至是去逛街，你就看到这些东西，跟我未来的目的是有关的。比如说你看到那一句，或者你看明确觉得这个东西跟你认识有关，它就连接起来，会产生一些交互作用。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啊，你们不好，哎，那我要成为汽车公司，我很重要的想法。哦，原来这里是要这样安排，才能够认识。好，那结局最后都主角要死掉了，悲剧你才会想念他想很久，对不对？啊，所以你会把那些所有生活上所有的事情，会跟你的脑袋产生关联。啊，所以就是你要把那些东西贴在你的床头。啊，这是一个看书作用，也是一个那个后视认知的监控机制。啊，所以这有很多的好处嘛。啊，我想我们今天心智图部分先介绍到这边了。那事实上那个等一下吧，然后后面来讲一下。啊，所以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标记以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形式之外，啊，都可以去应用哈。然后其实啊，它还有心智图还可以教我们科技领域最重要的那个思考的模式啊，它叫运算思维哈。那各位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你现在会用 Canva， Canva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可以有一些代表的概念。把它简单的成一个抽象的符号去代表，啊，你把它弄成一个什么口诀，然后这几个词就是成你的那个口诀，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你要用成这样，但是并且参数，这个讲究是参数，啊，所以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不要紧张，但是如果你学会代谢不行拆卸，你就知道一天到晚不断的要你负责思考，要你的负责车那个车子大小，要你的负责把运动会的设计。对，要你负责，所以不切抓档案，要负责交通区，要负责那个要负责事情。他们怎么做？哎，他很想要的交通，我是比较轻松，对不对？难道我负责你整个运动会，我会崩溃，对不对？但是我负责一个交通区，但我很轻松，我才知道有哪些可以这样来，然后我要坐什么车来，然后接下来交通出去。所以每个人负责一部分，就会轻松容易。那大家负责的自己的部分负责好，那整个运动的流程就大。这就是大师化的东西。好，那你能够培养能力，那个你的那个师傅的领袖的能力其实就很大。好，所以这是一套师徒的方法。那今天我们重点就在讲这个，就是说我们心徒也可以教。好，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教的分类，其实就是开始了。好，然后呢，我们也跟你说，就是你要在阅读的时候，你要抓成心智图，所以先关系的词或比较多的话，形成那个结构，这个东西叫做抽象。好，就比如说你今天办了一个行政，比如说你是注册，那你注册肯定会有一些重点工作。啊，重点工作，那你把这里出来，把这里的损失啊，这个都弄成一个最终，那个最终就是你的注册的重点最终，里面会有流程，啊，里面会有流程，一二三，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策略最终，那这那一个是你顾客的最终，这个重点是把那些东西弄成一个模型，这个动作叫做抽象，好，所以。下一个要接你的人，对，这个是顺序啊，就是你刚刚你上一个他是顺序的，顺序来了，
这个数据就会是它的它是你的基础的预算。然后刚才你做好的那个流程，然后就是今天有一次我是来接你，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卷子卷子，你只要有卷子给我，我接着你就啊，因为你的里面就有所有的成本，对吧？好，所以就是我需要做这些，我去找就是说你的卷子，他只需要这个什么业务就找什么业务的卷子，那个叫什么？在那段时间里面，叫做什么东西？哎，有些人有个客户业务销售，他要跟人家签下，然后去找 A 这个人，什么是如果 A 我写什么纸单，很难搞哦。所以我们要先摸清楚他的个性，被人去处理看一下 A 型模型做的要怎么样相处，对不对？然后他就会有 A 型嘛，就发现很远，很低。就是他知道那个模式套路，他怎么套。好，这个就是这些讨论的地方哈。好，下面那个资料表示表资料，就是你要跟人家，你要跟人家沟通，要说服人家的时候，你的资料怎么给做没有？好，所以以前你那个客人计划或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直接汇报给下面的人去。人家要翻车翻半天，不知道在查什么，对不对？但现在你直接可以拿出来，啊，你可以把一堆出来，就直接在上面，人家一看就理解，啊，所以那个开发是很棒的资料，很棒的工具，啊，所以我建议各位，你每天的开发就很厉害，所以前端如果加搭配那个心智图，就会很棒啊，所以。所以啊，很快的给各位看一下，但是之前在其他地方讲的啊，因为 Canva 你们很熟，所以我就很快的带过去了嘛。所以重点就是说，那个 Canva 的资料表示这一件事很强。那资料表示这一件事很强的话，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概念做得非常重要。那现在的趋势，很多，或许让你的技术表示很简单，对不对？哦，我自己在当咖啡的，那但是我的骨子里是客观的，不是野蛮，但是我骨子里是大家，我们也是固执野蛮，根本认知问题，所以很清楚。所以当你到你喝的比咖啡的时候高很多，一个月用到好几包，所以一个月大概每天在喝。好，那如果我只想说，网络上有一台这个机器，哦，可以说三九八零，太难了，四九八，但是三九八零虽然那个只有三九八，但是我每个月三九八到户，我靠，还是有三九八啊。那后来呢？我就去开始写剧本，一大波，我把薪资丢出去，我上去一下，原来的当时就是直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然后去写手，先把它写完，然后写完之后，一些思考，对吧？一下子就打完了。啊，所以资料本身是跟林志坚的，所以你看他那时候林志坚的事件的时候，对他开了精选的话，那你的观点是不是？你看。这以前我的简报这样子，长这个样子，好，一堆文字都是这样子说，好吧，然后 PPT 就是文字的录啊，大部分都有成，对吧？这样子，那个是这个人的不一样，啊，尤其是他的统计图表，他可以做成这样的，他的地图嘛，不光是那个统计图，他可以做成这样，
一般30个人啊，就是只有6%，就是只有2%好像。你看他就很清楚啊，好，所以开完几个活动，然后它里面有这些突单就是啊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今天就没时间讲啊，这个这两个是大绝招啊，金字图的大绝招。好，那所以那如果用在那个编码还是抄写的时候，加点如何那个主题干扰，你的主题都是简单，然后在这个后面。啊，这个第一先做一个概念的解释，然后这个概念的所有概念都可以留下，留下到这边去啊，把它切切的一次啊，然后做一次第二个也是无语，那先看主题，先看主题，然后。你怎么来的？就是你的上课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跟人家去？嗯，那个是，对，啊。情操，情操，最负责的高手，他们是如何的神，才会来自怎么样，怎么样努力呢？然后虽然就是说，哎，我怎么样可以完成啊？就很棒。然后对方跟你说，哎，我可以做事，啊，不仅在世界里面加好，十个里面有十个人都跟你来，啊，所以，这个是太棒了，太棒，真的这一件事啊。不是很多想法更出给别人。那除此之外呢，像这个都偏向可以自己，这个应该都会的啊。然后现在做那个 PPT， 你现在比如说我像我也是放在任何那个助理上，他也给我的多不好的直接就是那个，那里面现在其实是。因为变得比较很随机，然后你看我出那个图，那个图是很放肆的，啊，你看七句有没有？把那个变成一讲出来，就朋友也闹出去，其实要到全身都真的没什么事。那我中间有那个机器可以录音重新带来出来，这个是我昨天跟咖啡的那个啊，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看这么好，在一种有分类的程式、有规律、顺序、群拔的这种编码里面都有类似这样的可以切割啊，对它的概念讲的清楚。对，所以我就做了蛮多这样的东西，啊，然后很多那个思考做的，没有，我们做那个宣控，远距教学的时候跟学生讨论一些事情，你的不管都是白色的草，看他随便套到里面，解决掉，少，那个。好，那我今天上课到时间到这边，那麻烦各位帮我填这个问卷，谢谢。好，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啊。那如果不够听的话，就是下次再争取。